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推介股份碧桂园2007啊，咁啊，见到咧过去呢两日咧，内地嘅房地产股份咧，基本上全线系上升嘅。咁啊，最主要系受惠翻八月份嘅一啲销售数据咧，较预期理想。大行咧亦都发报告咧，就睇好翻内房喺八月嘅即係數據理想，同時憧憬埋金九銀十呢個傳統旺季啊，應該都會有好嘅表現。咁碧桂園咧喺過往咧調整過後啊，就已經突破翻早前嘅大概$11高位噶啦。咁而家創緊52周高，同時咧有大成交買入，呢只咧亦都係我心目中嘅白馬股份，即係業績好，同時咧派息亦都理想嘅，咁相信亦都可以吸引埋內地方面投資者嘅興趣。現價買入11.84啊，上望咧先睇$15，如果跌穿10.5嘅話止蝕嘅。